这个山太美了，欢迎你们来到稻城亚丁拉木格村。哇，马牦牛，哎，牦牛，走吧，我先带你们转转家啊。王源，你们这节目录的真苦啊，这么苦。我做了一个牛粪，牛粪。开始选搭档去捡牛粪。我要他。我选王源，不选你。你个垃圾，魏大勋，你。他穿红衣服，别让牛给顶哦。你是不是人？我牛。哎，这牛也进来了，我天。哎，我不行，真的，我真害怕，我真害怕。完了，我这期录不了了，这期录不了了。我的妈呀！啊！